你星光大道。那时候就是为了那100万。我希望他有陪着我。他好紧张哦。就是为了那100万，100万，100万。然后那时候就讲说可以报名第二届，搞不好可以跟杨宗纬什么来个认识一下。就那个歌唱比赛啊，像什么以前五等奖那种。校园歌舞战我有参加过。小时候的梦想真的就是当歌手跟当空姐。我就跟我全家人说，哎，我进超级星光大道。那我们的环境就说啊，那个是诈骗集团。我跟我父母亲的画面一直都是很深刻的，哎，尤其是我的父亲，我爸也从小就培养我就唱歌，他知道我喜欢唱，我有兴趣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我都会想，我有没有办法做到比现在的艺人还要更厉害一点。应该是音乐人吧，不是明星。如果我会难过的话，应该是来自我妈妈给我的压力。可是我也会蛮希望她有陪着我。好紧张哦。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长大，当然不是我说能选择，可是我可以选择是我以后想变成什么样子。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跳板。我讲一个最简单的，就是现在我的薪水调的。一场最低500块，然后我们一天要跑几场，我就觉得驻唱那一段期间真的是啊，要人命哦。那阵子就开始狂瘦，然后我整个脸就凹下去了。就是黑妞，你唱歌有点油。朋友也常常会问我说，哎，你们是不是有内定谁谁谁？你管我要做什么，就今天这比赛是我在比赛耶。不对，再看60，今天就看三代啊！你们现在已经是十强了，不要轻易的觉得淘汰掉自己，你们要想着不要离开这个舞台。
那个南港中式摄影棚。